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好，那这是一款的这种黑帮，其实就是那种无限抽的手游啊。有玩过那种无限开箱的话，都知道这怎么玩，一直开箱一直抽嘛。不管是三国的、啊，不管是抽装备的、啊，还什么抽骨头的、啊，反正都一样，就是一直开箱一直抽这样，所以就无限抽，然后。可以无限拿一些角色啊，神角、神装都可以免费拿，你就把装备换成角色这样。这个最后是大师，这个都可以免费拿，还蛮轻松的啦。是一款很轻松、无限刷的手游，可以突破。好，然后这个最暴力的秒杀，快速的推啊，这个主线。有没有晕对方，然后秒杀，爽！好，最强的攻略，还有这个史上最多的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需要，旭哥实际换给大家看，可以 OK 的，换到很多好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攻略 ，Let's go！ 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进入游戏，开始可以选择红心骷髅，然后左旗会、战熊兄弟会，还有这个铁拳棒球会。怎么只有这个有背景啊？这个地下组织，这个武士倒来蛮帅的，铁拳棒球会。这个火力强势，好，我们就选火力最强的、最暴力的。我看起来是那种无限开箱的手游。对，无限开箱，果然。来招募，那就是所有的神角拿起来。有些是三国的嘛，啊，这个是。现在怎么办？开干。啊，挂掉了！可恶！没关系，我们再继续。我们还有秘书呢，可以去扩张领地了。就是把无限开箱那种手游改成黑社会的这个玩法。好，秒杀。继续来录用这些角色，每个都长得很像啊！靠，什么皮什么尔的皮尔斯达利夫，那名字他可不可以取一个比较正常一点名字？西蒙，哎，有妹子，我们拿到一个妹子，可以取一个比较正常一点名字。我们快要抽到12只了，全套 T0 神角，原本是神装变神角。那这个可以加速这样，然后之后可以升级。来，我们来尽量把它凑起来。人数其实还蛮好玩的啦，就是轻松的玩法。接下来我们去扩张一下我们的领地啦，开打了，我们现在人那么多，直接秒杀了，秒杀。轻松获胜，杰西卡。秒杀掉这个妹子啊，杰西卡，黑丝妹子。你死定了。黑丝妹子、啊，好，扩张完就是继续抽啊。来。哦，又拿到一个角色了，快要凑齐了，还差两个就凑整套了，还差一个，
差一个。老大，高级的打手。这是我们的 buff 啊，其实就是装备换成角色也是一模一样，跟那个什么那种开箱三国的都一样玩法。好，全队 T 零神角啊。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下角一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就是礼包码、虚包码、序号、兑换码、礼品码。点进来在画面中间就可以输入兑换码，就是礼包码。好，就来输入，在画面中间输入。输这个 VIP， 然后666，输这兑换码 VIP 666，在画面中间，接下来按确认兑换 VIP 666，按兑换，那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邮件去领取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其他的好了，777不行了，那试一下888。大写的 VIP 888，按兑换，那边显兑换成功，已使用邮件发放奖励。那试一下999喽，看一下，那不行，所以刚刚那两个是可以的。然后点进这个画面左边有一个邮件嘛，点进来就看到这个兑换码、礼包码兑换成功的这个奖励了。这个这边有金条。钞票还有零食，爽爽领一波。接下来是钞票、零食还有声望，哦，爽赚。那还有这个开始ID 卡还有资源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把我们这个升级一下，尽量可以优先把它升起来。升起来之后呢，可以更好的抽到。大师 T 零最强的大师啊，他最后面就是大师，就一直往上啊。玩法一样啊，就跟我们玩什么孤勇者传说啊那个一模一样。孤勇者传说啊，什么小小仙尊、小小斗罗，就一直刷角色，一直刷装备，这样无限刷、无限抽，还蛮爽的啦，就是轻松。然后只是他把它换成不同形式这样，现在很多都这样。来，哎，拿到一个蓝色的妹子，抽起来，我看什么时候要抽到整套啊？全套 T 零神角免费拿，可能是神装变神角，怎么一直抽不到什么好用的？哎，有抽到，抽到一些雷包啊，那么雷。哎呦，这个加蛮多的，我们战力也快要到10万了，很快。就旭哥就是边录边大家跟大家聊天，就已经冲很快。哎，这个加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去占个领地，秒杀一下对方。哦，我们现在好多人啊，十几个人啊，秒杀对方。他们的蛮弱的，而且他们的女生好多啊。花木兰一堆啊，爽爽领一波，可以加速，有就尽量加速没关系。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前期可以快速的刷出更好的神角。我们现在有十几只了，老大，来，又升星了。手厨的话有送这个金色神角，布罗尼斯拉夫，晕眩有5%，还蛮高的，2700%的 CP 值，算是 CP 值很高，强力打手，官方认证的强力的隐藏版神角啊。那我们继续来抽我们的角色吧，什么时候要抽到整套啊？哎，有了有了，终于抽到整套了，爽！那战力应该快要上10万了，玩法就这么轻松啊！
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自己看一下，要不要就是拿那个手厨啊？旭哥是无氪啊，完全免费，这种游戏其实免费玩就好了，蛮轻松的。精英哦，精英来了，爽啊！而且精英战斗力还比较低，没关系，我们替换一下好了，纪念一下。好，这个游戏就这样，无限开箱，无限抽，分享给大家，还不错玩啊，就蛮无脑的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的攻略，礼包码有分享给大家了，实际换给大家看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